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NL Hobby 的小金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是我第二期的 Vlog， 说起来也挺倒霉的。刚才我其实已经录了一遍这个完整的开箱视频了，但是很遗憾，这个没有声音啊，所以我决定再录一下。箱子我已经开过了，我就不打算再放到那个皮箱里再打开一次了。咱们直接从里面的盒子来吧。好，我的左手边这个就是，田宫的这个78025编号，田宫编号是78025，记住啊，是决定版这款 Yamato 大和号战列舰。我们看它的正面啊，它的右上啊，应该盒子的左上角它的是。烫金的大和的几个字看到没有？大和，然后中间是英文 Yamato， 然后这里写的1:350，Japanese， battleship， 然后这里啊，这里太阳系咱们先遮住啊，我觉得看得不是很顺眼，然后这边下面啊，是应该是日本语写的，就是日本战舰大和啊。然后这是一个手绘的一个封面啊，也非常的霸气啊。然后它的左边就是这个天宫的标志啊，然后再看侧面啊，侧面看一下，可能有点反光啊，我看找个角度好一点，这个角度更好一点，这个角度有点这样，看一下啊，这应该是它完成之后。完成之后啊，拼装完成之后，它的效果图啊很漂亮，下面是红色的涂装的红色的船体，然后上面的舰桥啊，船身是灰色的，甲板是那种木色的啊，这种战列舰的时候应该都是要么就是橡木，要么就是可能是柚木的那种，好像战列舰好像都不是那种钢板的。然后这里就是上层建筑有很多火炮啊，这里有看一下啊，这里写的是啊，有25毫米的三连装机枪啊，还有12.7厘米的连装高脚炮啊，然后就是25毫米的三连装啊机枪，很多门火炮啊，哇哦，这个数量真的太厉害了。确实是很强的火力啊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主炮，非常大的火炮，看到这里写的是，46厘米哦，46厘米的，然后这里是它的船的尾部的这个，水上飞机的一个甲板，然后这边有介绍有那个。十个片，金属十个片的是那种银色、银白色的这种，还有它的底座的名牌，水上飞机，这边是个二维码，这编号的就是尾号是78059，这个是限定版，就是翻译过来叫决定版啊，这边侧面的啊，侧面看一下，也是这个封面的一个封柜。然后烫金的英文的 Yamato， 然后就是天宫的这个标志，然后这里就是它的编号78025，星号2300，然后这边另外一个侧边的是大和的这个完成图啊，然后一些它的介绍，它的吨位大概是。标准的排水是64000吨，过来大家看不到我的脸啊，这样我把镜头包吧，我拉一点好不好，不然看不到我的脸稍微拉一点啊，好嘞，我看一下啊，这里吨位
是64000吨，然后它的长度是263米，宽度是最宽的地方是38.9米，然后它的动力是15万 mp 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啊，然后 speed 航速应该是27节，可能是。然后这就是它的日文和英文的介绍啊，然后这边它有一系列的日本这些战舰，咱们就不详细去看了。这个应该是船上的那些救生艇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啊，直接开。开始上下的那种天地合的很大很大啊，那箱子也很大，大概有可能有一米左右啊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款的料非常的足当，价钱也非常的贵，我当时入手可能要1000多块吧，现在可能到处都缺货啊，都要预定，估计也在1200到1300人民币左右。好，这样我看一下啊，来这个十个片我拿近点给大家看一下。是一些它的天线啊，剑桥上的一些天线，还有它的名牌啊，展示架名牌啊，还有一些扶梯、舷梯，还有看一下啊，一些栏杆呐、还有一些就是上层建筑上的那些地板，那也是有这种金属的十个片。好，我们先放一边这个啊。好，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啊，哇，很大的这一块，就大家很清楚，这个就应该是甲板了啊。它这个木甲板，仿木甲板的这个开模还是很精细的啊，一条一条的这个仿木纹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啊，我拿近一点，大家可能看得清一点。好，然后下面就是这个。应该就是船舷的部位的啊，水线以上的这些部位的。哦，还有这个，大家看到什么？这个是水线以下的这个部位。这个开模我觉得也非常的好，它并不是光溜溜的，看到没有？它也是仿那种钢板条的，就是一长条一长条一长条的这样子啊，好像那种一长条一长条这样焊接拼上去的，细节还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它应该是有两块拼装完成的啊，这个是尾部的这一块，然后前面还有这个头部这一块，应该就是这一块舰首这部分啊。剑首、剑尾这样一拼起来，就是很长的这个啊，非常的大啊。好，这个应该也是甲板，我看一下啊，应该也是甲板，就是甲板。看一下啊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甲板尾部那个放那个水上飞机的这一部分，还有滑轨，还有吊机啊，回收水上飞机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啊，这里有两份资料，这个是一份黑白的一个插页，这里写的定阵啊，应该就是反正出版的说明书出来之后，他发现一些有的地方印错了，或者是有些地方的拼装使用说明是不正确的，所以他就出了单单的这一个单页啊，来改正一下。这种情况应该也比较多见的，对于某些来说，因为可能他说明书已经做好了，再去重新印的话可能又来不及，所以就单独的
就做这么一个单页啊，放在模型里，告诉大家哪个地方要改，哪个地方不正确。有可能是出版的时候量产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，就做了这个单页出来，也有可能是他再版的时候，发现问题然后补进来的，这个都有可能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彩色的，应该是一个涂装的一个指示说明吧，看一下。哦，很大的，很长的。下部是这个红色的船底，然后上部是海军徽的这个上层建筑，包括这个水上飞机的这个涂装啊，围栏，各个部件的涂装。它的主要也是介绍啊，还有介绍啊。这个太阳系咱们就不看它了啊，看着也没什么好感，说实在的。但这个战舰确实是一代名舰啊。这里看一下啊，测距仪啊，46啊 ，CM 的主炮啊，一二两座啊，然后3年60是口径15.5 CM 副炮，哇，很大的。然后前面也是主炮46 CM 的啊，还有飞机螺旋桨。然后它反面的这个啊，看一下，是俯视图，甲板的是建议涂成黄色的。然后两头的话，因为是可能是金属，所以建议还是涂成海军徽的。它这里都有一些田宫自己的还这个油漆的涂料的编号啊，大家可以对应去参考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放在一边，继续往下看。这里又有一个纸挡啊，还有一个盖子，保护下面的这些板件。我们手伸到这个圆孔里，然后把它拉起来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很多板件啊，这可能就是舰首的甲板啊，这个可能是有齿的，应该就是炮塔的下部一个构件。炮塔放在上面可以转啊，一个阻尼的作用。然后这边啊，是水上飞机的，看一下啊，有点反光。这个就是这炮塔，防空炮啊，小炮啊，机枪啊，都很不错的。然后这个就是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有救生艇，还有圆圆的，也可能是炮塔的那个下部啊。然后这边小小的板件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机枪，非常非常的小，看一下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小。啊，这个应该是3连装的机枪，不知道大家看不能清，3连装。然后这里，还有一个透明的板件哦，看到没有？这应该是信号灯啊之类的，应该是这个信号灯，船上的灯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小的这些螺丝啊，因为这个船比较大，可能有些地方用胶水可能粘不太牢，所以要用螺丝固定。然后这里有毛啊，这是黑色的毛。然后这边白色的还有一个小板件，这个应该就是炮塔，就是炮管和那个炮塔连接的这个，应该像是一个遮雨布吧，白色的啊。然后这边是天线啊，看一下，再就是。这应该也都是一些炮塔的一些组件，然后下面的螺旋桨啊，螺旋桨，哇，板件很多呀。然后这应该是上部的一些上层建筑的一些部件，雷达呀，
烟囱啊，这应该也是的。我就不细给大家看，大家稍微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都看起来做的非常的不错的，这个就很明显了，这应该是一个上层建筑一个，或者是建桥的部分吧，有可能是。这个也是上层建筑这个，给大家先大概看一下吧啊。这个是主炮啊，看一下。做的非常非常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展示屏和展示台，黑色的。然后下面这里看到了有这个有一本厚厚的说明书，大和号的，应该是英文和日语的。这是背面。非常详细的。因为日语应该有些字儿跟中国字儿相通，加上这个图呢也比较详细，基本上咱们来操作的话，咱们来拼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的详细。然后这里还有啊，这里差点忘了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水天石啊，这个太阳镜咱们就不展示了啊，看着挺别扭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大和的一些历史啊，一个彩页，虽然是彩页，但是因为大和的年代都基本上都是黑白照片，所以都是黑白的，英文和日语的介绍，包括日本舰队的一些介绍。然后主炮的，还有它这个炮弹的大小哇，都有一米九多，看到没有？1953.5毫米，嗯，这比一个水兵的个头还要高。看它这个大炮这里啊，分了好几层，不知道看不看得清啊这里。啊，下面是。旋转的齿轮，然后下面是炮扬药筒啊，可能装弹药的部位吧。然后这边是一些副炮啊高脚机枪啊高脚炮、三连装炮啊，很详细的介绍啊。然后它的舰首、舰球啊、螺旋桨里面的一些构造。非常的详细，然后这些呢，应该就是它的一些使用说明，一些要注意的地方，说要有喷，就是喷涂，喷涂，然后建议是，如果是儿童的话，建议要有在成人这个指导下来操作。因为毕竟油漆还是有毒有害的，这里面也是一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，但是都是英文的啊，英文或者日语的或其他语言的，我是没有看到有中文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这样好吧？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开箱的是这个啊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是田宫的。78025的大和号战列舰。好，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欢迎给我留言，也欢迎关注我，我以后呢会推出更多关于拼装模型的视频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KNL Hobby 的小金。拜拜。